竞选盟就促请特赦局应该要解释纳吉获得减刑的原因了。好了，纳吉获得民主联盟党母党他们也出来表态，母党昨天特别发了文告，点名批评民党。他们是认为扎利哈作为特赦局的政府，就是特赦局里头政府的代表，应该有权利对特赦申请提出建议。但是他们认为扎利哈没有很好的履行他的职责，没有执行提出的请求，所以他们要求首相安排了开除扎利哈。而面对摩大的指责呢，扎利哈的回应说，那只是特赦局所有人集体的决定，如果把矛头全都指向他一个人，他就觉得不公平了。同时他也回应上说，摩大要求他辞职的言论呢太幼稚。这是部长的说法。但现在团结政府不只要面对来自外界的炮轰，就连团结政府的成员党乌头啊，现在也是特赦局的参与成员。乌头最高理事会今天召开特别会议之后，就发文告表示，尽管乌统尊重国家元首的绝对权力，但是依然对于有条件特赦而不是全面特赦纳吉的决定感到遗憾，感到伤心。最后，他们强调，乌统认为纳吉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没有获得公平对待，所以他们决定要继续为纳吉上诉，继续为纳吉讨回公道。因为纳吉上诉失败之后，乌统自己说，乌统他也说，乌统将会在近期之内和全国在联署运动，收集人民支持特赦纳吉的签名，以便向新任的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提出申请，赋予纳吉全面特赦。诺曼呢也要求所有乌统党员保持冷静，不要过分消极，他更直接向首相安华喊话，希望对方呢能够和乌统一起努力，争取让纳吉获得全面特赦。好了，先休息一下。